关于美加军舰过航台湾海峡，东部战区已经做出了回应。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，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。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。